有一些床上的亲密照流出去这样。真的假的？我这边凑一凑，我有200，可是我就还差600。我可能需要，我怕我来不及耶，我要掉钱耶，我还要去解定存什么的。那你先借我500好不好？ OK， 500。500应该可以了。打给纳豆好了。他错用你的电话。纳豆，纳豆有钱吗？纳豆很多节目哎。菜都已经。喂，纳豆哥。喂，是。那个你有在忙吗？你有在录影吗？你不是没有啊？没有，是没录影是吧？哎，那个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找你帮忙。怎么了？很紧急。怎么样？我就是你知道之前有个绯闻吧？哦，我知道啊。嗯，然后因为怎么了？反正就是周刊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照片，然后就是从我的那个手机流出去，就是我手机掉了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床上的亲密照流出去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周刊就有打电话给我啊，然后就说他们有拿到那个照片，对，然后就说这个礼拜三会刊。这礼拜二嘞？对啊。礼拜一嘞？然后呢，我有打算跟伟忠哥讲这个事情，可是他电话一直不通，好像他在内地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就找不到人可以帮忙。然后后来那个反正就跟周刊讲，然后大卫有跟他们在协调这个事情。然后他周刊就说出了一个价钱说，如果我想要买回照片的话，要600万。当然要买啊，除非你要跟他真的就在一起啊，不然你当然就不要。他结婚嘞？对啊，你这很夸张哎。是以前的事情啊，就买下海，他们怎么办？啊，我没有钱啊，所以怎么办啦？欸、你可以借我钱吗？好啊，这种事情当然要借啊，我怎么办？你那600 OK 吗？那我买完600、没有，因为他们原本是说要800，然后后来我这边凑一凑，我有200，可是我就还差600。我可能需要，我怕我来不及耶，我要掉钱耶，我还要去。解定存什么的，没关系啊 ，OK 啦，你借我一下，拜托我一个月之后就还你，因为我爸那边处理一下，然后我这边凑一凑应该 OK。没有了，我觉得这件事要赶快解决，因为这事情其实很对你很不好吧？我觉得我可以先帮你啊，但是六百，我不确定我现在有没有拿，你帮我马上，因为你等于说你明天，等、你明天就给人家了嘛，明天对啊，明天我怎么可能突然有600？我觉得这样超惊的。那你能借我多少？现在你说300-400 OK， 很惊的，可是600我是一下没办法，因为我那个有些钱我还要去提。那你说我只有1000的时间，500可不可以？哎，我再跟我朋友借个100，那你先借我500好不 OK？ 500应该可以了。哇塞！那我等一下，我明天下午才录影，我明天上午先去银行处理这事情，那你下午再找。好啊，谢啊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你家有什么状况跟我说。好，谢啊，拜拜。哇！纳豆好有钱哦，好有钱哦！有钱纳豆，有钱纳豆，有钱。现在啊，不好意思，恭喜获胜的是沈玉玲。没人缘头套。哎，可是纳豆哥很感人，感人啊！纳豆，哎，我解定存，你看他长得那么诙谐可爱。代表他人缘肯定也不错，你现在帮人家，人家以后会帮你吗？讲义气啦，而且人真超好的。我最大的存折就是我的人际存折，我的朋友那么多，对，现场那么多，我们都是没有欠人家，都是让人家欠我们。还有愿意帮助别人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宪哥今天在现场，如果他不在现场，我打给你，你打我一定借。对啊，对对，因为我都会知道是在录影嘛。碰杀哦！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我没有那个哎，这个是哪一个？这是气泡，这是哪一个？氧气啊。然后这是职人，生意还蛮好的。想要几点？上午啊。还那么多人在排队。看到后面那个男生吗？干鲜肉啊。对。他刚才就是他刚才走过去在看。有吗？一直看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哪一型？单眼皮的啊，我跟你讲，只要动脑筋不同型的流行，只要动脑筋不同型的流行。
以前就有讲过，他喜欢黑白的壮的单眼皮。好，然后我双眼皮刚好都没有，我又黑。好，这样。我也不是为什么会跟老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老公跟小孩不能要一个代号，不能讲那么大声，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没有身价。哎，真的哎。不好意思，两位打扰。你是哪一所大学的大学生？哦，超级扯的呀！毕业几年而已。哦，毕业几年了？太夸张了！是不是这样的？就现在弄那个毕业制作，然后我现在在找一个女主角，她是那个爱情戏，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？有没有什么亲密的那个？亲密的目前没有吻戏那一些啊，我觉得他这个姐妹问题比较大。对对对对，阿西冰又阿西唱他嘛。这男主角是谁啊？男主角嘛，男主角现在还在想要谁的，因为脚本还没有完成。你当男主角就好了。我当男主角啊，我方便坐一下吗？我要讲给你。可以，谢谢谢谢。坐下了。大传系的学生，然后叫白川佑平，我也是中日混血，你也混血，对。那因为这一场戏是爱情戏，所以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？可是我有个小孩。一个小孩。我有个小孩。我觉得没问题啊，你看起来像大学生就 OK 了啊。到时候脚本做完之后，因为想要传给你看，我可以跟你留个联络方式嘛 ，Line 之类的，或是 Facebook 也可以。对，其实有联络方式就好了。对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老婆，我问你哦，伪单身是不是？什么什么伪单身？在讲什么伪单身？我们都知道了，你还什么伪单身？什么伪单身？上次是不是跟姐妹出去，不是说只有姐妹而已吗？嗯，哪一次？吃下午茶。哪有？有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很多人 keyword 讲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毕业展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中日混血。没有啦。你不用扯了。我明明就很守妇道，然后伪单身。我中大混血了，对不对？哪有？你哪像啊？啊，我是啊，对不对？小鲜肉是不是？啊，没有小鲜肉。你今天要有个说法。好，对。啊。你没有鲜肉啊！鲜肉，你是不是有给赖？对，我没有，好不要从头到尾都说没有，你就是有。我们看完 VCR 了。我叫我朋友给，我没有给赖。但是你那一天那个深 V 的大露背是还不错，蛮好。没有。对。我是帮我朋友谋福利，好不好？你也知道我朋友单身，对，你也知道我朋友单身。我看你在为自己谋福利吧。我想说哈，不是，我想说哈，就是我可以就是帮他谋一个女二的角色。哦。对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没跟他讲你有老公呢？对，他说，对，我有小孩，但是，然后你上面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男朋友，但我有小孩。对，然后也没有说中间老公那个都去掉了，是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太紧张，想说，哎呀，怎么会有那个小鲜肉来搭讪？是有什么好不好解惑？什么人会让你紧张啊？小鲜肉，小鲜肉啊，不然小孩哪里来？哎，谁知道？对不对？你这样子，我告诉你这样不对。你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这样，哪有？我之前怀疑都是对的。我是本庭的法官，小辉小姐。还有一点，你为什么说只要跟我老公不同行的，我都喜欢？哎。有没有这句话？有没有这句话？你知道有的时候看腻，看腻，我看你都没腻，你看我腻。哦，我这样不对，我老婆，我们结婚才几年？哎呦，拜托，我每天我24小时都看着你，哎，怎么可能不腻？你以后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以后，我告诉你以后，你姐妹聚会，哎呦，没有的。